亲切与店员握手寒暄。南韩总统尹锡悦前进超市调查物价现况，但一句价格合理似乎再度引发失言争议。一把葱要在台币约20元，看似价格真的很合理，但南韩网友不买单，无奈自己社区的葱一把卖到超过4000韩元，逼近台币100块，质疑只有总统去的超市特别便宜，就连在野党也捡到枪，很酸尹锡悦不知民间疾苦。신현영대변인은논평을통해국민이느끼는체감경기를안다면다른나라보다물가상승률이낮다는소리는못한다고꼬집었습니다。数据显示，南韩大葱近一个月来平均批发价格落在3000韩元左右，相当于台币70元，与尹锡悦视察时的价格有不小差距。이875원에생산원가도미치지못하는가격으로팔고있거든요그래서이건합리적인가격이아니고그리고이건어쩌면정부에서민생안정을한다라는그런보여주기위한그런정책인것같습니다大葱之乱越演越烈，南韩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再度回升。二月份 CPI 上升3.1%，其中以蔬菜、水果为主的新鲜食品价格指数，比起去年同月份贵了20%。南韩总统贴近民心，指导超市，但发言不当，恐怕让民怨跟着升温。三省时事报。